从现在开始，你即使在某一个人要宠我，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，不许夸着我。我开心呢，你就要陪我开心；我不开心呢，你就要哄我开心。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，梦里也要梦见我，在你的心里只有我，就是这样。做不做得到？11月15日，张柏芝又在社交账号中分享小儿子奶音视频。原来一周岁儿子 Marx 已经牙牙学语，并且吐字还十分的清楚。视频中虽然小儿子并没有出镜，但是清楚地听到 Marx 叫爸爸的声音，吐字清晰，一点都不含糊。视频一发出便引起了大家的热议，难道张柏芝现在带着孩子和三胎的生父生活在一起吗？然而细心的网友开始从张柏芝的动态中寻找踪迹，发现很大的线索。在当天，张柏芝在某视频平台开了官方账号，上传了自己的第一个视频，而他视频的配文引人深思。张柏芝配文只能宠我一个人，并且在视频中疑似喊话新欢，你要哄我开心，心里只能有我，更是证实了三胎儿子真的有爸爸。而两则视频则是给人一种张柏芝与三胎儿子生父目前住在一起，也就是说大家都以为张柏芝是单亲妈妈，其实有可能是一家五口。对此网友们也是替张柏芝感到高兴，希望张柏芝出面回应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吧。